睡着了。李厂长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公司的股价一直在跌，股东们也都人心惶惶，意见很大。如果再冒出几个李厂长、张厂长跳楼的话，那山后队真的完蛋了。那现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周尔文手里就有可以救公司的东西。他不会答应的。那就抢回来。空中花园本来就是你的，你一直都是空中花园的领导者。如果没有你的资金支持，他们怎么可能走到今天？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拿回来。我们是朋友。你把他们当朋友，他们把你当朋友了吗？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朋友，你需要的是尚欧，而我可以为了你跟尚欧做任何事情。我相信你不会让你父亲失望的。Thank you.